我穿丁字裤。哦，如果录影有录影哦，无所谓啊，我屁股是蛮翘的 ，OK 的。说到做到哦。事实简介。没有要简介。team 的人压力很大，因为每一个礼拜都要讲很多很多故事，每个礼拜都要哇一集要 read 十几个人的通告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紧张更累，而且觉得十点戏好像很多就是很厉害的，所以大家应该都倍感压力，大家只是装轻松，对，我们就尽量不要有压力。那在默契上能够可能一个眼神就可以知道要接什么吗？我觉得一个呼吸就可以了，一个透气就可以了，因为有时候一个喘气声就知道了，比较常就是单方面看着某一个方向可能就没有办法看到彼此，但是可以感觉到隔壁那个好像有一个什么吸气或者什么，就知道他到底要干嘛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默契应该算是默契 OK 啦，这个比我跟我弟还要好，但是我们两个其实都心里有一个愿望，是我们可以跟着 WTO 所有新著名大家一起走红毯，对，所以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听到 WTO 入围了，对，不管是节目或者是主持人都可以，对对对，然后不管是我们大家都会盛装出席，就是穿这样子出席，啊，每个国家穿自己代表服装出席，对，我穿丁字裤，哦，如果入围有录影哦，无所谓啊，我屁股是蛮翘的 OK 的，你知道丁字裤是丁字裤正穿，说到做到哦。事实简介，没有要简介，事实简介。会啊，他开心我们就听他开心啊，都是好事啦。因为现在生育率这么低，其实有生都是非常好的。对，我们节目也常常谈到生育率有问题，台湾现在生育率非常低。对，没错没错，不管是谁，我们都祝福。所以有看过宝宝了吗？说照片有，跟大家同步看到。当然有啊，我有在那个下面留言说啊，漂亮妈咪什么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所有妈妈都辛苦了，爸爸妈妈都辛苦了。昨天我在开车的时候，然后你知道我不知道你开车会有怒路症吗？就是我开车的时候看到三宝，我也很生气。然后我就很生气的时候，我女儿就在后面说爸爸凶凶，然后我老婆就在旁边说你可以不要那么凶吗？我说哇天哪，我整个就快爆发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那个凶不是对小孩凶，也不是对外面的人凶，只是那时候情绪想要出口而已。对啊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我整个人就有点失控了，这样，然后就开始冷战，一直到今天。对啊，不过我老婆好了，我老婆今天早上眼睛还在冰敷，因为她昨天哭太肿了。我为你打，你冷战她，彼此冷战。那个点就是因为我觉得，当我在发泄情绪的时候，没有人站在我这一边的时候。爸爸都懂，所以他们应该要全车人说，对这个三宝，对，要一口气一起出气。你觉得是合理？对，那个人开车怎么这样子，害你开车这样子不对。那其实男生就过去了，可是我就觉得说，我后面两个人又一直在骂我，我就觉得啊，好像计程车司机，你知道吗？很惨，就是觉得忘计程车司机，因为他们两个坐后面，他们超像的。我觉得啊，他有给你五星好评吗？没有，没有。